你慢慢喝啊，自己这样你自己给自己安排，我不知道你酒量怎么样。因为我和别人喝酒都是习惯干的，你不干我也不干。我不干的。对，我也不干，那我也不干。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，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加入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好苦啊！天哪！我也看了，可以的。因为我不知道你能喝多少，所以说我就没有点很多。对。那你平时还是不是需要每天按时去打卡那种？我是自由死角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就是我的会员啊，这些都是我自己开发嘛，然后我跟会员约上课的时间也是我提前跟他约。嗯。然后，就是说我跟我一般就收会员的话，收那种就是，如果他确定了要上课，然后可以去他附近的那个工作室去找，找合作的地方。那个这些人你是怎么找呢？这些会员？我的那个呀，转介绍啊，包括我经常出去做活动嘛。这儿来，来嘛。我经常出去做活动。那还是挺好的，比较自由。对，不用就是荒废他几年，还可以做点别的事情。还你还做什么事情吗？我之前做医美嘛，想换了，想换个。医美现在好不好做吗？我那些朋友做医美都发家致富了，他们就是在蹦迪的地方去找那些小姐姐。他属于那个整形嘛，我们。他们那个好赚钱啊，他们我了解了一下，他一个月介绍两个去做双眼皮了，他可以赚3万多4万块钱。不可能吧？真的。双眼皮那么贵吗？他可以拿60%。啊，但是现在做双眼皮有那么贵吗？1万多嘛，1万多2万嘛。啊，1万多2万，他介绍两个也可以拿个1万多块钱。1万多2万块钱，然后还有就是介绍别人打针啊。啊。你因为是这样子，你介绍了做了双眼皮过后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不配你的这个脸，对，你的脸又不配你的嘴，你的嘴又不配你鼻子。是的。他那个是一条龙的，先是做眼睛，做完眼睛就弄鼻子，弄鼻子。打玻尿酸，打玻尿酸就开始吸脂。啊，但是其实整容你做的项目越多，很多人他就没有整成嘛，你整的越多，他那个感觉更显老。对，我不喜欢整容脸。我周围那些很多朋友都是动过，但我不喜欢。你身边年龄比较小的人的话，肯定都差不多做过吧。大部分女生现在的很多女生整形低龄化了，最基本的打针基本上都打了，真的。但我觉得太小了，打针其实你打的越多，它有重量的。是有什么重量？你玻尿酸打上去，它是有重量的呀。然后呢？啊？然后呢？就会脸就会垮，是吧？要啊，对呀。可以。我看看你闻到你自己呢。像不像啊？挺像的呀。很像是不是？真的很像啊，特别是这个傲娇的样子，表情。哦，就是一朵花就没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我要闻多久？你看没有多久吧，2个小时，不止。我都忘了。3个小时。我忘了，反正做了两个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写的。感恩突破，英文的感恩突破。哦。感恩突破我自己嘛。这个字写这个字纹的还挺好看的。嗯。我这个纹的是，就没有那么。这是一个女的嘛？这个是。今天是在哪里找的图片，然后拿给他？这是维纳斯，这是丘比特，然后这上面是个星盘。啊，你是让他给你设计的吗？还是找？就我们一起设计的嘛。然后这个是个老虎。那不是
老虎有两个表情。为什么这里有一个玫瑰花呢？因为它有两个表情，这边的老虎是一个表情，这边的老虎是另外一个表情。哦，这个要凶一点。对，凶一点就温柔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扬帆起航的一个船。纹这么多啊？我准备纹条花臂的，但这个纹身师他在台湾，他就现在疫情过不来。不来了。对。台湾的那个。就是，他是那个余文乐的那个御用纹身师，就余文乐身上有三个图都是他纹的，然后余文乐纹的第一个图就是他带，相当于他带余文乐一进到那个纹身的，所以你看余文乐现在到处都是嘛，纹了很多。来吧。其实我觉得纹身啊，还找到自己适合的。我为什么去纹身呢？是因为。我不想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，之前就很乖的那种。然后呢？你什么时候纹的吧？2019年、2018年。那有点久了。2019年，不久啊，就两年前。哦，2019年。对啊。1999年。没有2019年，对。然后我原来连耳钉啊、连耳这些都没有。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不太。想把身上到处搞一些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说就这样子。对。那你以前做什么的？是属于那种很循规蹈矩的那种。对，我原来写软件做程序的。哦，难怪。那你头发还挺好的哈。头发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认识很多都写软件，全都是秃顶的。对啊。对，就头发继承了我爸，嗯。女儿也很辛苦的，各种加班。对啊，但赚的钱赚的挺多的。基本上不用洗澡，上厕所脚已经是干了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做什么？就拍节目啊，今天才最近才准备拍的。之前做抖音，然后号被封了，然后我就不想做抖音了，我觉得他封我。问人发的是什么啊？就是这样的，抖音它有很多规矩啊，它不能提钱，不能不正能量，所谓不正能量。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是，就是正经人。有一次我车队，当时我来练赛车嘛，我车队的朋友就约那种3K。就是那种点那种小妹的那种，对吧？然后就给我点了个小妹，然后坐我旁边，他就说我认识你。我小妹认识你？对，我觉得很尴尬，知道吧？我其实然后他就拉着你跟他讲一下他的感情经历。没有讲感情经历，我就把他换了，知道吧？我觉得好丢脸啊！我操。那你是讲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么丢人？我觉得我来玩这个3K，在那里叫小妹这件事情很丢脸。而不是我讲了什么很丢脸。因为你本来可能在那个上面塑造的是那种，就本来我自己个人平时我也不去那些地方的。第二个呢，我在网上讲的我很鄙视那些地方。然后对，然后他在那个地方看到我了，知道吧？我百口难辩，因为我那些赛车的朋友，他们喜欢去玩。差不多吧，比我小一点，我算是在赛车里面的年龄比较大的了。玩那个好像也要跟年龄相关。那个是年轻人的天下，就我5月份去参加全国比赛嘛，就在温江，那种小朋友根本开不过，太快了，他们反应很快，而且他们就是身体的恢复能力很强。我去比赛，我肋骨就断了嘛，因为我们要飞那个路肩，我一飞一下，我那个座椅就这样抵我一下，然后我每天练车练得很勤，一天要练100多圈，相当于这个地方要被抵几百下，然后呢，我练了3天，就慢慢抵，抵断了，很痛。没有感觉不舒服吗？非常痛啊。你想一下，它不是那种啪突然断的，它是慢慢的断，
对他慢慢一跟亚亚已经开始痛了嘛，但是你要坚持啊，因为要比赛了。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，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加入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那你还坚持？咬牙坚持。那你结束之后不就上医院了？就直接去了。直接去了，直接去医院。那你真的是对这个赛事属于真爱？主要是那个全国比赛啊，然后我很想拿名次嘛。拿到了吗？冠军了。哎呦，我感觉我打比赛，我每次你是那个健身比赛？我什么比赛都参加，就是比如说马拉松啊、越野赛呀、啊、什么垂直跑啊、然后泥泞赛呀、啊、然后什么那种体能的那个健步的那种比赛呀、啊。那你有点厉害。没有，但是我都是打酱油。我主要是带着重在参与。对，我主要是我会组团去。马拉松你跑半马还是全马？都跑过。你跑完了吗？你跑完了呀。哇，那你有点厉害啊。厉害呀、啊、全马你妈几十公里啊。啊，42.5公里还是42.几公里？你想一下，平时我们跑步是25点，好像是25点。你想一下，平时我们在这个跑步机上跑那个十的速度跑一个小时都很累，你想你要再用这个速度跑2.5个小时还是很厉害的。这个地方我来过3次。我来的比你多，因为这里离你比较近嘛。但是来了3次，我喝醉了2次。我一次没喝醉。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2楼，因为1楼没位置了，然后老子从那个楼梯上滚下来了，就踩滑了，但是不是这样滚，是。哇，那你不好说。很痛。我记得我去爬周公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是，因为那个山路很滑，因为那天一直在下雨，然后又很陡又很滑，有很多泥巴嘛，我真的是一直滑下来，哇，我整个人我都感觉我要死了。周公山我去过那个地方，但是我是去泡温泉，我开那个盘山公路，盘到上面有那个温泉，那个地方其实还可以。就附近好像就那里可以泡泡温泉，在雅安，对不对嘛？我不记得了，反正我去过2次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真的生不如死。哦，你是去徒步？徒步，我是去徒步。我感觉我认识你，你哎，放这儿吧，放这边吧。你跟我认识的其他人都不太一样，因为我周围没有你这么爱户外的。啊。我周围的那些女生是那种娇滴滴的那种大小姐之类的。我去上个洗手间。我去上洗手间才发现，今天他妈出来没有穿内裤，我操！你呀、啊？对，空的，你妈的！我穿了一个拖鞋，穿了个短裤，我想，我来。你在办公室那么半天，你没发现啊？不是，我在办公室，我想就没有什么事情做嘛，因为晚上公司也没什么人嘛。刚刚上洗手间，我发现，哎，怎么会？我洗手间怎么这么空荡荡的？那你今天没上厕所吗？就没上厕所，刚才就喝了点，出来之前肯定上了的。你怎么关心别人上不上厕所？你喝酒吧，来，你吃点东西嘛。我感觉你今天没吃晚饭是不是？再点一点吧，你都不够吃。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。我看到我们以前公司的同事。在哪儿啊？在戴眼镜的吗？以前我们的那个领导。之前健身的。医美。哦，医美的哦。健身没有领导。你现在臀围练到多大了？那还是很吓人的，一把。我不是跟你说之前那个女生吗？她练到102，但是她比你就是体型小很多，她臀围102，所以说就是可能她胸大吗？胸也不大。为什么呢？这我发现很多那种屁股翘的，都胸都很小，真的。
我之前认识一个深圳的朋友也是，后面我就嫌他胸小，他就去隆了个胸。我给你看下照片嘛，他就属于是练得很好的那种。我练得不好。不是，你看吧。我给你看他的屁股的照片啊。我很喜欢屁股大的女生。我感觉大多数男生都喜欢屁股大的。我真的很喜欢屁股大的女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但他的胸原来就很小，后面我说他胸小，他就去隆了，他就去隆了，假的，叫太假了，就跟他妈的两坨这硅胶在那顶着一样。真的、啊？真的，他之前还有在朋友圈发一种就是很性感的照片，然后呢看起来就特别假。就你看嘛，看起来就特别假，很僵硬，你知道吧？我喜欢那种，就是比较自然下垂的感觉的，不太喜欢那种僵。你看嘛，这种看起来就很假。那种穿衣服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们女生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健身的，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。想吃，怎么感觉他妈的有点上头了呢？我觉得太差了，我操！对红酒没有免疫力啊，我操！应该不像吧？啊？我感觉你今天酒量应该不是很差的那种吧？我酒量不是很差的，但是喝红酒很容易上头。但是我是想说，上头了过后我还可以喝，就离喝醉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，但是就会那种微醺上头那种感觉，懂吧？就其实会不会打人啊？我喝多都是被别人打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喝多会打人呢？我喝多不会，我会休息，在旁边休息。而且我也不会吵啊，也不会闹这种。你哪里人来着？我成都人啊。哦。我成都本地人，你应该是北方的吧？我是阳的，四川的。资阳的吗？两个四川在这儿说普通话。我接个电话。就是什么窝子啊？这对面你看那两个大字没？那个好不好玩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想去哪里吗？